有谁和我一样，80斤的体重却长着120斤的脸，让人第一眼就认成个胖子。大脸女孩不要怕，学姐教你这三招轻松逆袭小 V 脸。第一招，消除水肿紧致脸。其实很多觉得自己脸大女生都只是水肿而已，做到睡前少喝水，少吃高盐食物，平时喝点薏米茶消水肿，早上也可用冰镇的勺子和生土豆片敷脸消水肿。第二招，舒缓咬肌，脸不方。咬肌肥大也是导致脸大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不要再吃口香糖和一些很黏或者坚硬的食物，平时可以打圈按摩放松咬肌，腮帮子会慢慢变小哦。第三招，紧致下巴变 V 脸。双下巴和下巴线不清晰的女生可以经常做抬头亲吻天花板练习，消除双下巴，每天5分钟轻松拥有小 V 脸和天鹅颈。骨骼型的大脸女孩还可以用梳斜刘海和高马尾，在视觉上改善哦。别人的16岁和我的16岁怎么差别这么大呀？学生党到底怎么样才能变漂亮？学姐这就教你几个变美小习惯，12岁以后这样做，轻松蜕变成女神。一，睡醒一杯温开水，清理肠道排宿便，健康瘦身排毒素，有时候养颜只需一杯水哦。二，挺胸收腹，头抬高，端正体态提气质，拒绝二郎腿和含胸驼背，让你阳光有朝气，从小美到大。三，适量饮用绿茶，绿茶中富含茶多酚、维 C、维 E 等，能延缓皮肤衰老，清除脸部油腻，收敛毛孔，还可以有效瘦身哦。四，坚持防晒很重要，一年四季室内室外防晒是每天必不可少的， UV 会穿透玻璃到达皮肤，把你晒黑晒老。五，坚持涂抹身体乳，每天涂全身，人群中最白最嫩的就是你。你们还知道什么变美小技巧？快来分享吧。我以为我笑起来会是这样的，可是在别人眼里是这样，笑起来不好看。学姐教你这三招 get 人见人爱的甜美笑容。第一招，演出迷人微笑弧。首先用门牙咬住筷子，然后嘴角向上翘，坚持到脸部略酸痛为止。坚持咬筷子训练可以改善嘴型和面部不对称，演出超有感染力的微笑弧度。第二招，演出弯弯月牙眼，卧蚕让眼睛笑起来弯弯的，无辜又可爱。首先将手指放在眼睛下方，然后慢慢用卧蚕发力来笑，每天5分钟帮你练出饱满卧蚕。第三招，练出减龄苹果肌，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按住苹果肌发一的音，感受用苹果肌发力来微笑，可以改善苹果肌外扩，笑起来甜美又减龄。每天练习10分钟，一起成为超氧气女孩。脸上白嫩嫩，手却粗又黑，护手霜都白涂了。跟着学姐3步走，学会护手霜的神仙用法，立马变成白皙小嫩手。第一步，把手放进温水里浸泡2分钟，帮助手部软化死皮，打开毛孔，然后把手上的水分擦干。第二步，去角质，用身体磨砂膏或者去角质啫喱，把手心手背指关节处都搓一搓，角质去完，手立即白了一个度。替皮肤深层补水，提亮肤色，让双手变得白白嫩嫩，还可以在指关节的地方打圈按摩，手指关节不再黑。最后戴上一次性手套，敷完10分钟再摘掉，就大功告成啦。敷完双手好白好嫩，还有香香甜甜的味道，哇，这是心动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，这些行为会让你变成公鸭嗓，这句也太好哭了吧。汽水配辣条，生活乐逍遥。哇，哥哥好帅，我爱你啊！救命，我的嗓子我的嗓子好像按耐不住了。注意了，女生一般在13至15岁会迎来变声期，可能会有喉干喉痒、声音沙哑的症状，如果还过度用嗓，真的会变成公鸭嗓。喂，你好。叔叔你好，我找一下小刘。怎么办，学姐，我的嗓子已经有些哑了。现在保护还来得及，只要记住3不原则：不熬夜，不吃辣，不过度用嗓，偶尔喝点金银花茶和蜂蜜水，温和滋润我们的嗓子。变声期的你学会了吗？别人的8字刘海蓬松瘦脸，而我的8字刘海像张老师。
丝刘海学会剪，简单方便超省钱。第一步，发际线以上两节手指处为顶角，眼尾延长线处取底角，分出刘海三角区。第二步，在鹰眼头延长线处为底角，分出主刘海三角区。第三步，将主刘海剪到鼻尖处，将其余刘海剪到下巴，作为次刘海。第四步，再沿着斜线进行修剪，用卷发棒分别烫卷，搞定。这款万能八字刘海你学会了吗？小服穿来穿去无趣又沉闷，教你三招小服穿搭小心机，校园女神就是你。一、干净小白鞋、帆布鞋，满满的清纯少年感。二、心机小配饰，胸针补贴小徽章，凸显性格小俏皮，姐妹款、情侣款 get。三、叠穿出奇迹，衬衫校服叠穿毛衣背心，妥妥的校园风。连帽卫衣配运动校服，青春有活力，赶紧套闺蜜一起穿。别人冬天白成韩剧女主，而我黑成人间包拯。冬天可是美白最佳时机，学姐教你这三招，一个寒假逆袭白雪公主。一、吃吃变白法，别再吃柠檬美白了，冬枣的 VC 含量可是柠檬的10倍，还有番茄、猕猴桃都是冬季美白圣果，让你吃着就变白，自然又健康。二、宅宅变白法，紫外线是美白的最强杀手，冬天这么冷，不如就懒洋洋宅家吧，一个冬天就能把你捂白。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好帽子打好伞，物理防晒才是硬道理。三、搓搓变白法，用磨砂膏定期清洁，可以搓去色素沉淀的老废角质，皮肤光光滑滑，还会变白哦。多睡觉多休息，气色变好也会更白哦。香水泡个澡，从头香到脚。住手，学姐教你这三招，养出少女心机体香感。一、茶艺香香法，把香水喷到梳子上梳顺头发，然后再涂抹护发精油，能够锁住香味又柔顺发丝，这样香气就会随着头发的摆动若隐若现，超级小心机。二、氛围香香法，来包便携漱口水，吐气如兰超清新，香薰蜡烛屋里点，梦幻精致又高级，简直变身香香睡美人。三、持久香香法，想要香味持久不消散，可以在衣服上下点功夫哟。洗衣时加入留香珠，衣柜里放香膏或香皂，香满你整个衣柜每个角落。你学会了吗？学生不能化妆，该怎么才能变漂亮呢？学姐教你三步画出校园伪素颜妆，无妆胜有妆，悄悄变漂亮。一、隔离霜素颜霜安排上，用打湿拧干的海绵蛋在脸上均匀拍开，自然提亮肤色，变成好皮肤。二、嘴唇浅淡没气色，变色唇膏快试试，自然变色粉嫩嘟嘟唇，还能保护滋润嘴唇。三、小直径棕色美瞳代替眼镜，眼睛自然放大变闪亮，拿着放大镜都看不出来你化了妆哦。30秒自测你属于哪种东西长相，找到你的专属风格。一、下巴圆润的选 A， 下巴尖尖的选 B。 二、眼型圆圆的选 A， 眼型狭长的选 B。 三、鼻头小而尖选 A， 鼻头圆且钝的选 B。 四、眼距小于等于眼长的选 A， 眼距大于眼长的选 B。猫系长相，奶凶和幼态感并存，可性感可高级的冷艳小野猫。鲶鱼系长相，非常大气耐看，有种清冷的氛围感。犬系长相，很有亲和力，自带小清新，元气满满超清纯。虎系长相，魅惑又带有攻击性，更适合气场强大的御姐风。你是哪种呢？好想知道我长大了是什么样子，快拿起镜子自测。青春期有这四个特征，会让你越长越漂亮。一、身材纤瘦比例好，易瘦体质大长腿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。二、皮肤白皙通透，俗话说一白遮百丑，想穿搭什么颜色都任你挑选，素颜都能成为初恋脸，妥妥的天生美女。三、眼睛大大又明亮，好看的眼睛真的能拯救一张脸，星星眼女生简直颜值逆天。四、圆头，圆头，圆头显脸小提气质，而且梳什么发型都更好看。我扁头扎马尾，好像扎了个水龙头。
四个特征你占了几个？别人洗完脸是素颜校花，我洗完脸是磕磕巴巴像如花。那是因为你还在用这五种错误的洗脸方法。一，洗脸之前不洗手，手上的细菌全都到了脸上，洗脸越洗越脏，还会引起痘痘粉刺。二，洗面奶直接涂脸，洗面奶不起泡会因为浓度太大刺激皮肤，让皮肤过度失水，变成沙漠大干皮。三，大力揉搓脸，拉扯皮肤造成下垂松弛，还会伤害皮肤屏障，变成敏感肌。四，花洒冲脸，水流过大刺激皮肤，红血丝找上来，干痒又刺痛。五，毛巾擦脸，毛巾最容易滋生细菌，伤害皮肤，最好使用纸巾或洗脸巾吸干脸上水分。你学会了吗？